係咧啊，其實咧公私營醫療合作講咗好耐啦嚇，咁但係究竟咧入夜之後咧，去到而家咧，約莫咧係九點零鐘未到十點，九點五十一分，我喺灣仔一路咧行到落天后，究竟揾唔揾到私家醫生睇嘅咧？嗱，呢度都冇開啦，直情係咯，呢度冇開啊，即係一至五睇到六點半啫嘛。呢度開三至七。呢個咧只係第一站啫，而家咧我哋咧繼續咧行落去天后，睇下咧呢一個咧差唔多有成四公里嘅地方裏邊咧，究竟揾唔揾到醫生睇？都揾到一間有得睇嘅，不過咧呢度都係話咧睇到咧係十一點嘅夜晚嘅啫。就睇一睇嗱，呢一度咧有兩家嘅診所。咁當然都係冇開噶啦，係咪？咁啊，好啦，咁啊，證明咗咧，其實咧真係呢一個現象相當普遍啊。嗱，頭先咧我哋就喺灣仔銅鑼灣天后咧行咗一轉啦嚇，最後得兩個醫生睇喺十點鐘呢一啲咁嘅時間。咁咧就其實咧，我諗大家都會覺得我好傻，因為咧其實私家醫生夜晚唔開診咧，大家都可能習以為常。不過我想講嘅就係話，如果你哋覺得呢一個先係正常嘅話，呢、這個就係問題啦。因為咧香港政府其實講咗好耐呢個公私營嘅醫療合作啦嚇，其實原來咧唔睇傷風咳呢一啲咁嘅狀況啦嚇，喺夜晚咧都係冇乜私家醫生咧願意咧係應診嘅。咁呢個代表咗啲乜嘢呢？其實我想講嘅就係話。原來咧有好多時咧，無論係我哋嘅政府或者咧一啲醫療嘅持份者咧，好多時佢哋講一套，做嘅時候咧，原來真係另一套。咁究竟香港嘅醫生係夠定唔夠呢？我諗咧絕對唔係一個簡單嘅問題啊！就算咧呢一個前嘅醫管局嘅主席啊胡定旭所講咧，佢話咧佢贊成輸入呢一個嘅英聯邦醫生都好啦嚇。我覺得咧係咪就可以解決到一個問題呢？確實咧令我非常之咧咁懷疑。因為咧，今晚嘅經歷其實我諗咧，好多香港人都經歷過。好，跟住同大家傾。